度係札幌嘅另一個景點，叫梨小路，啊個梨小路嘅商業區啦。啊，咁一條長廊嘅，啊好多商店，啊呢條大街。啊，開始夜色繁忙啦。對面嗰條都係梨小路。啊！又扯緊啲底啊，係啦咁樣啊，繁忙嘅都市啊，呢條街燈光十色啊，啲的士好鍾意打開道門等客嘅 ，OK。